同一时队呢，现在准备要把左投手徐宇给换了下，徐宇伟给换了下去。那么法兰克呢，在赛前呢，当然就非常的关心了，然后问一下徐伟，他的情况是否，因为他在之前有投过球嘛，五月一号投过球，是否手有些酸痛的一个情形？那乌南告诉他是没有。那么有趣的是，法兰克呢看到徐伟过完之后呢，他叫的是乌南，所以他早就已经知道说，哎，这个刚转队的徐伟了，也知道他的绰号，叫乌南，就直接叫他乌南哦。那时候我还吓一跳。现在徐伟退场休息。对教练跟选手之间的距离没有这么远，哦，所以吴俊亮的个性呢也都是很敦厚，哦，对选手也都很照顾。那法兰克又是一位绅士，所以无形中投手的这种心情呢跟距离呢都调整得蛮好的。